啊，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杨秘书长。请杨秘书长。陈伟你好，那个秘书长好啊。9月6号啊，这个特侦组开记者会说，这个王院长涉及司法官说的这个案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说这件事情？我9月6号知道的。那你是看电视才知道？看到媒体报道。所以你是看电视，还是看到网络，还是看到报纸？就是电视嘛，你看电视才知道。对对对。那之前你都不知道，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所以，包括8月31号，你也都不知道。不知道。那这一个9月2号，好、哦，五人小组会在总统府开会的时候，你是五人小组的成员嘛？对不对？你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对不对？9月2号是礼拜一，你们五人小组固定开会。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你都不知道。那当时，据你所及的回忆，9月2号当时五人小组开会的过程里面，也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没有。你看马总统或者是江宜桦的脸色，你也不知道说即将要有大事情发生，你也都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任何这个迹象。你都看不出来有任何迹象，为什么你看不出来？也许我的观察力没有那么敏锐吧。不会的。那个你外交体系出身的、哦、观察力啊，这个外交部啊，就是要看人的脸色了，因为你在跟其他国家元首交涉啊、哦，你是身经百战，你是经验丰富了，不是你看不出来了，是马总统跟江院长太会演了，他们两个太会演，所以你看不出来。那我接下来再问你，9月8号开记者会，总统府开记者会，你知不知道？总统府开记者会，你那个时候人在哪里？你有没有去总统府上班？那是礼拜天嘛，是不是？对，我在。你在啊？那你为什么在啊？是谁通知你说你要去啊？因为记者会你不在啊。我接到同事通知。同事啊？是哪一位同事通知你？是哪一个层级的同事通知你？应该是我办公室，我记不得了。你办公室啊？是办公室，不是罗副秘书长通知你啊？不是罗副秘书长。哪有说通知秘书长出席记者会是随便叫个办公室就这样处理掉的啊？这个你在文官这个体系混那么久，对不对？因为副秘书长按照总统府组织法的一个规定啊，他是相助总统处理、相助秘书长处理事务哦，他不是相助总统处理事务，在总统府组织法的规定里面是这样哦。所以9月8号开记者会的时候。那你就转开电视，在办公室里面看电视啊？你有来嘛？对不对？9月8号。对啦，你要浪费我时间呢、欸，主席啊。那这9月8号礼拜天下午4点半，总统开记者会的时候，啊，我在场的。你在场啊？在场。但是我电视没看到你啊，你是站在外面啊？我坐在下面的。你坐在下面啊？你没有跟总统说，报告总统，根据总统府组织法，这个总统府相关的事务开记者会这个部分的。这个是我的职责的范围里面，我能不能坐在旁边跟你一起开记者会？因为总统开记者会，秘书长在旁边，这是符合体制啊。我找了副总统就很奇怪啦、啊，找了院长，你没有跟总统讲，总统都没有交代你、啊，说你一起来开记者会没有啊？你就被塞在旁边，是不是这样？我坐在第一排，你坐在下面，你还管第一排？对，站在外面也是一样啊，你就没有坐在前面嘛，对不对？是谁说你坐在下面不用上去的？谁告诉你的？事实上，这个、你是秘书长哎、欸，总统府开记者会、欸，台上就排两个位置嘛，我的位置就在下头那个地方。第一，你的位置、啊、那是谁告诉你说你坐下面不用上去嘛？我现在问你嘛。我们平常这个如果有院长还有这个副总统在的时候，他们两个位置就是让他们两位坐。哦，哪有那这个中华民国马总统就任之后是第一次两个人坐在上面开记者会啊？我都没看到秘书长，对不对？秘书长领的薪水跟院长一样多啊。待遇跟院长比照院长，为什么你就被塞在旁边？为什么？委员，这个资讯不太正确。现在怎么会资讯不太正确？现在秘书长的待遇跟好了，跟部长一样。你不用跟我讲这个东西啦、啊。你是总统府的秘书长，你是总理所有总统府的事务，负有指挥监督之权，对不对？那开记者会，你被晾在旁边，对不对？你还跟我现在在跟我正面，你坐第一排、第二排，因为是不是这样？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总统府秘书长，那个不是院长，以后可能当院长了。秘书长，这件事凸显说，在整个这件事情的体制，你完全是状况外嘛。你连开记者会还被叫在下面，
那内容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嘛，对不对？也没找你讨论嘛。谢谢指教。内容有没有找你讨论？谢谢指教，没有。也没有嘛，你不用找我指教，你要叫马总统跟你指教，你也开记者会内容，你从头到尾你都不清楚。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了，黄世民你有没有见过？你认识吧？以前在这个公共场合典礼的时候见过。总统府也是公共场所嘛，总统府也是公共场所。你有没有在总统府看过黄世民检察总长？我问你那么简单的问题。没有，从来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没有。你是你记忆所及没有？对，还是你查过你的资料没有？就我记忆所及，我没有在总统府见过这个。你记忆所及嘛，是。然后你的记忆力，等一下，因为你刚刚就想很久，我就担心你这个记忆力有问题。我有跟你们调过啊，黄世民进出总统的记会客记录。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黄世民就任检察总长之后，有没有进入过总统府？这一部你资料你看过啦，你们不提供给我啦，你们的幕僚都有跟我讲过啦。这一部分我并没有这种资讯。你没有资讯，他进来的时候我沒有总统我没有总统府、啊、我没有印象记得他进到总统。我现在不是管你印象，我现在因为我跟你们要过资料。如果他来，你们的承办人员，秘书长，我时间很宝贵。你们的承办人员说这个资料已经在整理了，到最后回个函说这个不能提供，所以我就只问你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说你有没有在总统府见过黄世民检察总长？那么简单的问题。我可以跟委员报告，没有。好，那他有没有进入过总统府？根据你们清查资料，他有没有嘛？这个资料我还没有看到。你怎么会没看到呢？我还没有看到。你怎么会没看到呢？幕僚人员都有啦。那我现在在这边，所有的总统府的官员都在这边，负责管制总统进出记录的官员请上来。是谁？请上来。谁在管这个进出登记的？来，侍卫室的这个副侍卫长，请副侍卫 长。那个记录不是他管的啦，乱讲。骗人的，不然你总统府上班鬼。来，黄世民检察总长有没有进出过总统府？报副秘书，报委员，这个委员也干过副秘书长，是副秘书长，所以副秘书长应该很清楚哦。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资料啊，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司法的阶段，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在行政调查，对不对？我们在做行政调查，黄世民检察到去总统府又不见得是犯法。对不对？我们在做行政的这个资料不敢讲。那我问你啦，当时我要资料的时候，下面跟我说整理，最后为什么决定说不提供给立法院呢？为什么呢？是谁下令的、啊？你说来了，我不问秘书长，我问你，是谁说不提供的？你告诉我一个名字。没有，没有说，我们幕僚的这个是谁下令？你说你下令就说你说你是谁？鲍副委员，不，鲍委员，您知道哈、啊？您在干副秘书长的时候，您知道我们这个公文都要会各单位要会法规。是谁下令？我现在问你嘛。我们会了法规会了这个各单位之后，大家的意见认为说这个案子呢，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当中，所以不方便提供。是这个不方便提供啊？这个我们的主席也在这边呢、啊。这提供会客资料，我们人家在查是在查进官邸。我现在问你是总统府，黄世民检察总长在这边啊，都公开承认他进去过五次，大概左右他次数他都不记得了。那你现在你们告诉我说他们你们都没见过资料，也这个你还没看过，这种推脱，我跟你讲了、啊，这个我们立法院的调阅委员会啊，不分党派，大家都同意要调阅黄世民进出官邸总统府的记录了。这种资料有什么不能提供的，对不对？你不提供啊，还证明说你们心里有鬼了、啊，你知道吗？委员，对不对？我们接到这种资料，为什么怕什么呢？是怕什么？总统府如果接到这个立法院司法这个法制委员会的调阅的小组的这个，你资料不提供的话，我们会秘书长，我们会资料不提供，我们就删预算。我们会严厉，因为你资料就不提供，我们就删预算。然后这种拒绝国会监督，开什么玩笑？检察总长进出总统府。利用动员月会的时候结束，跑到总统办公室报告案情，开什么玩笑？啊？委员，开什么玩笑？这个资料啊，这个资料事实上，这个在司法检察机关，还在这边睁眼说瞎话，说你没有见过黄世民，年纪真的大了吗？检察机关已经在进行侦查之中，根据侦查资料不公开，根据什么侦查？根据侦查不公开，检察总长可以去总统官邸报告案情啊？根据跟我讲什么法律？我们在做行政调查，要求调阅检察总长到总统府的会客记录，这个跟司法调查有何干系？
委员有何干系？我们接到这个所有黄世明的东西都全部保密吗？我们接到调查小组以后，有关检察总长所有的资料全部都保密吗？我们会审慎严厉。你到底懂不懂法律？拒绝法令制止啊，护航制止。但是我们提供也一定要在法律的规定之下。法律规定你们就是要提供给国会啊，你还在那边讲什么？我们会黄世明检察总长所有的资料都不能提供吗？我们会根据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解释第325条跟585条解释。不用大家解释啦，尊重司法权的行使，尊重司法权就不会少了一个滥权鉴定的司法法制委员会的调阅小组行文来或总统府的时候，我们会审慎的加以秘书长，秘书长，你文官好好的做了，外交当大家以前也共识过了，你这个外交的部分我都给予高度肯定了，是但是不要啊，为虎作伥，你看你从头到尾都蒙在鼓里，现在当替死鬼在这背书，在搬还在搬什么大法官会解释，懂什么法律，对不对？乱来。那个陈委员，大法官刚才325跟这个585啊，其实他肯定我们。大法官解释，我们有这个调查权，我们本来就有调查权啊，对不对？他必须，他会研究嘛。我本席办公室、啊，本席办公室跟黄世明检察总长要资料，检察总长说他现在忘了、啊，他本来要提供，是因为呢总统府阻止他不提供，你知道吗？叫他去问总统府，我没有。开什么玩笑？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从头到尾你本来嘛不知道，不是你在处理的、啊，对不对？你本来就状况外啊，被晾在旁边啊，不是吗？这件事情怎么会在你手上？对不对？谢谢指教，谢谢指教，秘书长，下次碰到肖副秘书长，你就告诉他总统府组织法第九条，他是相助秘书长，什么事情要跟你报告，对不对？那现在变成说罗志强好像在干秘书长，你要在干他怎么干这一个副秘书长，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这样不可以，对不对？这逾越体制嘛，对。